好吧，走。大叔，哎，大叔，我们到城里打工去，挣钱去。大叔这是啥意思啊？大叔说等咱们有钱了就修桥。大叔呢？当年他是奉命的，把咱们这柳河桥上炸了，让这个国民党也进不来，打不到咱们桥。他也没成想，这事隔50多年之后，这桥还没建成。那剩下的那就交给咱们了。为了柳树屯大桥，你们牺牲在这块土地上了。我为了柳树屯花了50年的船，为你们守了50年的牢笼。
吃面条也能下得去酒啊？这叫面条就酒，越喝越有。人家是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那没有饺子，那面条不也对付了？嗯，老板，算账。一共是六碗面条，咸菜一碟，总共20块钱。嗯，您看看。好。嗯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三哥啊！啊？那钱包咋没了呢？放这包里了吗？我就放这边上这包里了。他那钱可全在你这儿呢。吃饭不给钱吗？今天谁不给钱都别想走啊！谁吃饭不给钱了？你咋说话呢你？就你们吧，就你们吧。报警！我不跟你们废话。喂，110吗？你们说的都属实吗？句句属实，我们哪敢撒谎啊？是，俺们出来时候就记着，就放在兜里了，就找不着了呢。那出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说放裤头里，一直放裤头里，那放包里干啥呀你啊？来，按个手印吧。行。这，这是。是我先问了啊，你当兵在哪个部队？64军侦察连。我也是64军的。就是嘛。你哪年兵啊？我97年的。啊，我是95年的，比你早啊。哎呦，那是战友。啊，我们战友。是。哎呦，你们还有钱吃饭吗？我说嗨，这钱丢了，这哪有钱吃饭了？啊，这100块钱给你们拿着吧。哎呦，拿着吃饭，不好意思，对。不客气，应该做的，感谢。好，感谢，谢谢。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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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谢谢，不客气。那行吧，我这也记住您的警号了。好哈，有时间来做客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谢谢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好。我说，我哪会去当兵啊？我要是当兵，也找我的战友，咱不就200了？哎呀，你那个战友多好啊！是，你看，哎呀，要不咱们以后就有了钱了。把这钱给他还上，再找他喝一顿。对啊，哎，山哥，啊，要不咱再回去找他，让他帮着咱联系联系工作。对呀，别了，不合适，咱自己办吧。走吧，那先找地方吃点吧。哪分去咱呀？走吧。外边看包啊，别进去。干啥让我看包啊？你这事儿你影响市容，你不影响市容，那大局全让你给影响了。你给我去，咋这样呢？看包就看包，我在这更好。Thank you.
姐，你这招人吗？招啊，我们这儿要大学学历，两年以上工作经验，电脑工程师，开发软件专家。你们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我们那个，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的吧？啊、哦，他是革命熔炉大学毕业，我是这个溜屯大学毕业。什么？溜屯大学毕业。哟，没看出来还留个洋呢。给我们几张表。行，三个。有三张表，来，你们把自然情况填一下。哎哎哎，好。还是自然情况，就是你的简历。又是五楼啊，这得累死我呀。那我多上了一层吧。多上了一层，你说得轻巧，人家打电话来催来了，脾气一点都不好。哎，大姐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咋了？咋回事？那个送水，我多上了一层。那个在哪儿？我不行，我再跑一趟。我跑一趟，我送你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这么反反复，他不是一次了，反反复复几次了都，人家客户就这样都给我弄丢了，我怎么做生意？那大姐这样，能不能行？不能行就干脆就别干。别在这给我得罪人，知不知道？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那个不行，我们今天的钱不要了还不行吗？不要了？你净说这么轻巧的话，不要了客户能回来呀？十多个客户了。嗯，大姐，不行就赶紧走，别多说了，没有意思了就啊。那走吧。哎，天亮，你别走，你干得好好，你干嘛要走啊？大姐，我把你留下，钱我可以给你多加点，行不行？我们仨一块儿。要留下的都留下，把今天账这怎么说的呢？把今天账结了吧。哎，别介呀、啊！他俩走，他俩走呗。你这在这干你的呗。账结了吧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不留你们。在这工厂上给我找两个人，真是。Thank you.
想到，那个零工市场啊，找活人还挺多。弄了一天白忙活了，啥活也没找着。老板，你拿酒杯过来。哎，三位，我们这儿不许自带酒水。哪儿自带酒水了？这位先生。啊，你是说我是酒杯啊？我这是水，你没看？有这么喝酒的吗？你俩还笑，这城里有啥意思？喝口酒还有人管？哎呀，你说咱忙活一天了，没找着活干，咋整呢？下午先找个临时工先干着，先稳住阵脚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吃饭那小饭店路过不是有建筑工地吗？啊，咱们下午到那儿看看，看那儿有没有活干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人家要能收咱，咱吃的住的就全解决了。我可听说那工程队一天拉沙子、搬砖、喝水泥啥的，累死人了。电脑工程师活轻巧，挣还多呢。你会啊？你懂啊？我不懂。可我会喝酒啊。你就少喝。老板娘，来三碗面吧。好了。好。找谁呀、您是这儿的领导是吧？是啊。我们仨那个想到这儿来看看，这工地上还有啥活没有？对，我们啥都会干。这就人手够了，你们到别处看看去吧。啊，那啥，领导，我们就是这个郊区柳树屯的，我们这个瓦工啊，什么都干，什么都会，手艺好。柳树屯？是。没听说过。真好啊、哦！来，那个，尝尝尝尝，干啥？你干啥呢？别，酒！哎呀，白瞎了！我告诉你说，领导，这酒啊是俺们屯自己酿的小烧，老香了。闻，你就尝尝吧。您尝尝，您尝尝。你看，您尝尝，咋喝都不上头。哎，咋样？嗯，还行。哎，以后啊，你要是想喝这酒，就包在我身上了。队长，不好了！啥事儿，老戴？来，急成这样，什么事儿？来，慢慢说。瓦工二班的刘大强带头闹事儿。怎么回事？他们干的活质量有问题，工资叫我扣了。扣的对呀。咋的？他们不服啊？他们说你这是故意为难他们，他们扬言要和你没完呢。跟我整这一套。队长。曹队长。咋的？姓包的。小多事啊你啊。你也太不够意思了。你得过得过，我有啥不够意思的？我们今天来不是想闹事儿、我听说香港老板给的工钱不是这些。你说的对。那全都给你们，我上哪挣钱去？我们没白天没黑夜的那么干活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，工钱你说扣就扣。
扣工资，这是轻的。咱们事先可有协议啊，工程质量出现了问题，那就得扣工资。工程质量出现什么问题了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清楚什么？我清楚。你太不够意思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的人嘛，宁可叫别人打死，也不能叫别人吓死。我跟你明白说吧，这工资我就是给你扣的，咋地吧？咋地？我今天我就去揍你！哎，快点吧！啊，快快快！来，坐车的啊，别动手啊！走啊！哎，大哥，咱都是出来打工的，是吧？有啥话说，不行动手，好不好？有啥话就是直说，好吧？我俩扯这一套。我现在宣布，你们被开除了。好，姓包的，咱们走就行。走。可我来这一套。小伙有两下子啊，以前练过啊？练过几年。你体格也行。哎，你嘛，我说就你这小身板能干了力气活？他有劲儿。哎呀，领导啊，你别看我瘦，我这全是肌肉，你看。是。你们几个以前在工程队干过？干过，干过，干过。那个电工、瓦工、水电焊、挂蜡白，我们都行，都行，对，都行。那行，老戴啊，啊，你把他们三位的住宿安排一下，让他们干力工，去吧。哎，好，谢谢领导，谢谢领导，谢谢，跟我走吧。哎，领导，这酒你留着喝吧啊。哎，喝完了我再给。哪受过这个呀？啊，这是他妈累死人不偿命啊！这是。哎呀，三哥，天亮，你们看我这手血泡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给，我给你挑了吧。三哥，给打盆热水、哎。你天生就不是干活的料，再累几天就好了。哎，我怕呀。我是等不到那天了，天亮啊！嗯，哥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这才干几天呢，就受不了了？哎，你别消消毒，你给我找根针好不好？我到哪儿给你找针去？拿钉子吧。哎，天亮，咱明天不干这个了，我宁肯到那个街上摆摊算卦。给人看风水，我就不干这个了。我，二哥，不是我说你，在咱屯子里干活的时候呢，你就偷奸耍滑，怎么样？今天这五十袋水泥累够呛吧？哎呀，这个我承认，可是我是谁呀？啊，齐人之后啊，正宗的皇族啊。我祖上就是搞中医的，中医世家呀，我是。拉倒吧，还吹呢？你们家祖上不是卖酒的吗？还是不累？哎呀，
真的，三更，我太爷爷那是专门给人贴膏药的，王大神贴。我爷爷那是给人号脉的专家，那叫王大神摸。哎呦，到你这边也不错，王大酒葫芦。那是啊，总之啊，俺们家那从祖上到现在都是有身份的人。哎呀，一看着这活啊，我就得绕着走。这力气活那就更不用说了。行，你就是皇帝老子呢也不好使，该干活还得干，坚持啊，忍一下啊。行了，来，消消毒。你俩在屋吧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啊，哎，你这又长冬月了。哎呀，咋不疼呢？哎呀，坚持一会儿，这么狠呢？你咋坚持一会儿？坚持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再坚持一会儿。哎呀，你要把你哥烫死了，你呀，哎呀，给他饭他也不吃。嗯。哎，三更啊。嗯。你说，这咱这都找着工作了，这天亮咋还不高兴呢？你看他，天天晚上这唉声叹气的。三哥哥。嗯。这两天我就在想啊，咱可以说在建筑队基本上站稳脚跟了。嗯。咱是不是替天亮找找冬月啊？你说的对，三公啊，我看这天亮和冬月还没有死心呢。那肯定，你看这，可是咱上哪儿找冬月去啊？找蓝大川。这不废话吗？哪儿找蓝大川去啊？那还不容易吗？听说啊，这蓝大川呢是搞工程队的，这屁大个县城能有几个工程队啊？咱挨家挨户的找，不怕找不到蓝大川，只要找到了蓝大川，那冬月不就找着了吗？对，好主意，一定找着，一定把冬月给找着。冬月，冬月，冬月。收拾收拾，准备吃饭吧。啊，我都做好了。那个，我没胃口，不吃了。哎，你别，我这一大早就出去，我买了好多收拾，我做了一大桌，你要不吃，你先吃吧，等我饿了，我再下来吃。别，冬月，你看咱家就咱们两个人，你要不吃就。大川。哎，姐来了来了。来了，快进，哎，不，不用花钱，快进来吧，来，冬月，姐来了，哎呀，冬月，大姐，姐你来的真巧，这冬月做了一大桌子菜，咱正好一块吃了，是吗？大川，你这刚成家，你得以后啊，得疼着点冬月，
冬月，你这刚进门就做饭呢？大川，你也不让人新娘子歇歇？刚过门怎么歇歇呢？你呀，以后啊，这干活的日子多着呢，这楼上楼下的够你忙活的了。哎，姐，这个是？啊，对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要给你们找一个小保姆。啊啊！叔叔好，阿姨好。这我们俩哪有那么大？冬月那么年轻，你说你就叫我们俩哥哥姐姐啊，各轮各的啊，哥里哥叫啊，帮你忙活忙活。好好干啊！嗯，我叮嘱你的事儿都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那冬月，你就带他楼上楼下熟悉一下，然后给他安排房间，赶紧来吃饭啊！哎，好，去吧，走吧，哎，去吧。姐，这么快给我安排一保姆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，姐？姐给你找个保姆啊，主要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你一天在公司瞎忙，这冬月一个人在家你就放心呐。我主要是让小保姆时刻看着他的行动，明白了？没这个必要吧？哎呀，怎么没这个必要啊？我说你这个傻兄弟呀，你还不明白呀？行，我听姐的。花生米好了。烫哦，小心吃。天丽啊。嗯。天丽有事儿没有啊？没事。咱们老孙家就是叫这个郭老大给耍的。爸，老提这事儿干啥呀？多憋屈啊。冬月啊，还真是个好姑娘。刚开始我就寻思，这不铁板钉钉的事儿呢，我就没寻到这郭老大这样。爸不行，是人不行。班长啊，找着蓝大川了？嗨，这整个城西我都找遍了，没有啊。你呢？城东也没有。哎呀，这不邪门了吗？这小子咋就找不着了呢？人家扯啥呢？啊，说我们哥俩在商量喝酒的事呢。我们俩打赌呢。我说他要能喝三斤酒，我请他吃烧烤。哎，干活吧啊，干活吧。哎，好嘞。你说啊，这点料你得不少啊。好，这么少你呢？哎，没问题。哎，好嘞，那啥。你还别说，孙天亮带着几个小子干活还行。嗯，走。
谁的车呀？啊？哎，谁车？谁车？学会偷懒了是吧？啊，还跑这么个没人的地方睡上一小觉，咋的？想媳妇了？哎，我没梦着媳妇儿，我梦着寡妇了。工作时间你睡觉，梦见啥也不行啊？不是，不是领导，啊，外边天热，我是血压高，迷糊。行了，你别白活了，你不就是想睡觉吗？行啊，我成全你，从现在开始你就跟我滚回家睡觉去啊！你梦见八个寡妇也没人管你。不是，都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你被开除了。我回去收拾东西，赶紧滚蛋。哎，我老包队长，怎么事？说话。那啥，就是王尚友那事儿，帮忙。啊、哦，你们俩是来替那位酒葫芦说情的，是不是？是。我告诉你啊，不好使。干了这么多年建筑，还从没遇见过这样的工人，大白天敢偷懒。包队长，那个您听我跟你解释。哎，你也别解释了。我告诉你啊。我们老板可是香港人，是，他要是知道了，那非气死不可，是，知道吗？这要合资项目，啊，都像你那位哥们那么干活，那这工程还有个完呢。不是那个，包队长，我们俩已经教训过他，您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，好吧？你高抬贵手。我早就说过，就他那小身板，根本就不是干力气活的料。行了，您俩啊，也别替他说话了，叫他走吧。省得我罚他。包队长，那啥，我让他回去了，回去这柳树头给您取小烧去。嗯，哎呀，你给个面子，你可怜可怜他。你说他造成那损失，我们哥俩多推几车沙子不就全有了？要说你们俩嘛，还真是把干活的好手，没得说。那行了，既然你俩说情，这个面子我给了。哎，谢谢。不怕啊，得罚他扛50袋水泥。哎呀呀，别，50袋，他那身板，别让他给您求小烧，别。一码是一码啊。行，班长，那罚的对，就得好好罚罚。那我们俩回去干活去了。去。好嘞。